Hello，各位观众好。所以今天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棋啊，这个很像那个可能大家小时候都有玩过的叫蛇棋啦，可能当然是每个年代不一样啦。这个是90后的小孩子90年代啦，都是有玩过啦，或者是你80年代、70年代我不懂有没有玩过啦，但是这个是我的童年了。所以今天来玩玩这个啦，这个跟蛇棋是很相似啦，可是有一些东西我就觉得，那个元素就是，太空了咯，在太空了咯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太空射火箭的啦，我不懂是叫太空的太空棋啊，我不知道啦，就有关于那种卫星啊、人造卫星啊那种主要是卫星啊，然后天气的东西咯，然后流星的东西，所以然后一个这个飞碟啊，所以今天就玩玩，我就基本上是，因为我毕竟是一个人玩了，所以我不可能就是放太多棋来，就是我 suppose 我想放两个这个棋子，可是就是感觉是很花时间啊。所以就这一次来 demo 来展示这个游戏，就是只是用两颗，看一下是，可能大家能猜猜是哪一个棋子先到终点啦。所以今天是用这个骰子，一个骰子啦，因为毕竟这个是我本来想打算是用两个骰子，可是就是好像不 make sense 啦，因为过后到终点的时候，也是用两颗就是。是很难到达终点的嘛，到一百了，到一百，所以现在游戏开始了，所以是我是黑色先啦，上面先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所以这个是回去这里，然后现在黄色啊，黄色是五，五是这里啦，然后过后就黑色。四就在这里了哈，跟五，然后黄色，三，一二三，然后黑色是六啊，六，该五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我先黄色，这样打到，这里，我放这里啊，放这里。四，一二三四，然后黄色，四，一二三四，然后一，然后黄色是四，一二三四，这里是升空啊，升上去，咻，升上去这里，所以现在是黄色领先很多啦。一二三，所以黄色会不会黄色先到嘞？一，不是黄色先，哎，不是，哦，对，哦，啊，这样可怜了，本来领先了，现在回去，跟黑色一样的地方。四，一二三四，所以黄色啊，黄色是五。一二三四五，哦，暂停一次，暂停一次哦，黄色很不好，很不幸运哦。OK，十二，一二，黄色暂停一次啊，所以现在还是黑色啊。六，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所以现在黑色到了31啦，然后现在黄色啊，希望可以加快它的脚步啦。黄色哦，加快了，一二三四五六哦，三，一二三，加快脚步哦，一二三四五哦，领先一步，黑色要加油哦，所以是二哦，直接飞上去了哦，糟糕，直接飞上去了。
所以黄色要追，必须要靠那种这种可以飞天的哦，直接飞哦，呜，因为拿到一嘛，所以现在黑色，大家又回到又在同一个地方领先一步，然后黄色了，五，一二三四五。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三，一二三，OK，二，五，一二三四五，灰色。一哦，还要跳下去，跳下去，没有找到哎。三，一二三，黑色，一二三四五，黄色，一，黑色。一二三四五，哦，又同一个地方。哦，还要回去了，sorry，上没有找到，没有被拍到，先回去这里。我现在黑色领先四步啊，三，一二三，黄色，五。一二三四五，哦，又回去，呵呵，糟糕！Oh my god！OK，一二三四五，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哦，过两个点了，因为抽到六，现在五三，一二三。黄色加油啊！六哦，猛追了，一二三四五六，OK，哦，有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90了，还差10步就到了，四，一二三四。两步，一二啊，二是这里，避开流星，没有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影响了，避开也没有回去或者是没有去那里了，些黄色两步，黑色。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有啊，还有两步就到了。但是这些是基本上是会在这里折腾很久了，因为如果万一抽不到两步的话，就一直会徘徊在那边了。所以先黄色，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OK，现在黑色了，会不会错二嘞？我说二，中，一，到一步，黄色，会不会黄色先到嘞？一，所以黑色啊，黑色，不，二，嘟嘟，就还是原步啦，因为一二嘛，所以黄色会不会先到嘞？会不会抽到？会不会抽到？一二三四五六嘞，第六就到100了哦，会不会六嘞？六四一二三四啊，所以黑色还有一步，黄色还有两步，所以哦四啊，一二三四哦97，
所以黄色会不会二？会不会是二呢？会不会是二？四，一二三四，又回去原点了。OK，这样折腾啊，所以哦，二又回到99。黄色，哦，原来是黄色到终点，大家有猜对了吗？